Hello， 大家好，又系 Lily 啊。今日想同大家推介一间天玺可以睇到双海景嘅优质一房限量版租卖盘单位。记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浩利，揿订阅 Subscribe， 然后揿钟仔，咁你就唔会错过每一集精彩嘅内容啦。今日要同大家推介呢个单位咧，正处于天玺星钻玺极高层嘅僻室，实用面积438平方尺。佢一房嘅間隔之餘咧，全個屋苑限量只有得11房，非常之珍貴。而呢個單位咧，由客廳望出去，除咗可以睇到部分嘅維港景之外，亦都可以睇到開揚嘅南巴拿海峽同埋九龍站嘅幽靜公園景，景觀咧係非常之難睇噶。呢個單位同時放賣亦都會放租，絕對係城中咧投資自用兩家業嘅優質筍盤嚟噶。事不宜遲，同我入嚟一齊睇下呢間優質高樓體嘅一房租賣盤單位啦！今日要同大家诚意推介呢一间同时放卖亦都放租嘅一房双海远景单位咧，一层系有10伙，附设有3个升降机噶。而佢喺呢个走廊位咧，沿路一路过嚟，转个弯好快就到。而啱啱咧，佢自成一角喺呢一边，私隐度咧相对地比较高，亦都少邻居经过你门口，非常之唔错噶。唔讲咁多，我哋一齐入嚟睇睇。入到嚟，首先经过少少嘅玄关位，呢边啊足以咧俾你放一个高身嘅鞋柜或者收纳柜做到上顶。再者，我哋睇到呢个咧长而光猛嘅客厅，接近成150平方尺，喺呢度望出去可以睇到部分嘅维港景。前面咧有冇睇到啊？就系 ICC 啦。转个弯亦都可以睇到咧开扬嘅南巴拿海峡，望翻落去亦都可以睇到咧快将落成嘅故宫博物馆。整体景观咧系非常之立体、幽静而有层次噶。望翻入嚟个厅啊，采光度咧非常之高，楼底高度系有10.1尺，可用嘅空间咧真系非常之多噶。一齐睇睇睡房区啊，呢间房咧都接近成85平方尺，非常之方正实用 ，L 型嘅间隔，厅房都系同向，睇到嘅景观咧都系无敌嘅开扬。而呢间房咧，亦都系有市正好用，仲有埋咧一个衣帽间嘅位置。呢度咧放咗一个高身嘅大衣柜，都仲有好多位整，所以可想而知咧，空间感系极足够噶。对面呢度咧就系、浴室嘅位置，保养同样都系非常之新净，有齐咧淋浴嘅设备，仲有埋电视仔添。整体成间屋咧都系光猛、方正同埋极之好用噶。出翻嚟，我哋由另一个角度睇翻呢个客饭厅啊，你可以睇到咧，可用嘅空间亦都系几唔错噶，一至两个人住咧，亦都系非常之充裕。对面呢度咧就系厨房嘅位置 ，L 型嘅间隔，工作台位同埋收纳空间咧，同样都系充裕嘅。最重要都系多窗光猛，而呢度仲附设咗升级家电，好似德国著名品牌 Miele 嘅抽油烟机、明火煮食、微波炉，仲有埋雪柜、洗衣机同埋电视仔，都系一应俱全。所以基本上咧，呢一个单位啊，绝对系咧一拎锁匙入嚟就住得噶啦。呢一种同时放卖亦都放租、性价比高嘅优质一房限量单位咧，市场放盘好快就会一闪即逝噶啦。最难得而家系有楼睇，有兴趣嘅话，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一睇啦。冇得卖咗先打俾我啦，多谢你哋嘅支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